亚洲最南的部分是马来亚，马来亚最南的部分是新加坡。嗱，呢啲系新加坡嘅房屋，呢啲房屋有啲好随便起嘅，有啲系按照计划起嘅。在计划之中，有城市计划、工业区计划同埋个人计划。呢个系天然嘅货仓，系要嚟装运转载东方嘅货物到世界各地方去，表示佢系世界上一个自由通商嘅港口。新加坡和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密切联系，好似曼谷、香港、台北、伦敦、巴黎、纽约咁。每一个对新加坡繁荣有所帮助的人，他们的内心都觉得非常光荣。今日1951年9月22日是新加坡升格的日子。从今日起，这个由森林变成山巴，由山巴变成乡村，由乡村变成城市的新加坡，已经在法律上被宣布为一个城市了。今日的庆祝呢，可以说得是人民内心的感觉，是经过努力争取、忠实维护、细心管理的真理的表现。